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军。您知道吗？这个桑达台风今天形成，在低压带的热带扰动，变数人多。如何在这个防汛期期间好好的来保护自己？还有在炎炎夏日玩水的时候，如何要能判断这个水域究竟安不安全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消防局局长陈龙辉陈局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局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义消宣导大队新二分队长陈美华。主持人好，基隆市民大家好，分队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灾害管理科科长陈静元。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科长好。这个炎炎夏日啊，就是我们防汛期的期间哦。这个台风如果来临之前，防台准备要有哪些呢？在基隆市政府消防局的努力下，其实每年都有推出非常多的宣导活动。我们要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局长来听。主持人好。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基隆市的天后大概五月份开始进入那个防汛期。哦，那全省各地都一样。那个防汛期的时间呢，刚好也是我们基隆哦北部地区呢都是梅雨季节哦，所以我们五月份的下雨的天数非常多。哦，那我记得在今年的五月下旬的时候呢，那也有一次呢突然雨量下很大哦，那时候我也有提醒我们所有的市政府各单位，还有提醒民众啊，就是要注意一下啊，那防止那个积淹水。好，所以五月份在基隆来讲是一个防汛期的开始啊，也是梅雨季的开始。那基隆的六月份大概就是我们时常会发生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好，所以六月份可能是我们消防人员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时刻哈，因为过去我们基隆的一个如果有积淹水的记录，大概是都会分布在那个六月份的强降雨这个时候哦，那发生过的那个灾害过去有记录的哈比较多哈，像0602啊，哦道伦啊，道伦西的啊0606啊，之前也有西定河也有发生过哈，所以大概在六月份的时候，那七月份开始就是进入我们这个台风季节。哦，像你看，我们现在七月哦，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那个桑达台风，对，哦，那今天已经形成台风了，嗯，哦，因为台风大概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哦，它如果它路线没有变的话，哈，哦，就冲到台湾来了，会列到台湾的北部地区，哦，所以这个部分，气象局它也先有先做预告了哈，嗯，全国的民众大家都应该哦要提高警觉哈，哦，因为。等于说是经过北部人第一个台风了哈，那今年它是第五个台风，哦，所以台风季节来临之前，那其实我们在防汛期五月份开始防汛期，那我们就开始做很多相关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工作，哦，包括我们整个消防局里面内部的很多的器材、船艇，哦，还有一些呢救生的装备，哦，这些等于说我们自己都要先拿出来做一个整理哈。器材做测试，那船艇如果有那个故障了，我们赶快来修哦。所以到七月份的时候呢，那包括我们的整个应变中心哦，也是要做一个准备。那因为什么时候会降大雨哈，尤其像这个台风季节，有时候台风很大，我们不怕，我们怕的是它那个雨量非常的大。那当然在气象局它都会发布一个雨量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况哦，大概整个累积的雨量多少哦，会做一个预测。那往往我们都会把这个预测的一个雨量先在气象局里面，他们也会做一个公布哦。所以市民朋友如果看媒体哦，那知道说这一个台风哦，对我们北部、对我们的基隆哦影响大或小的时候呢，哦都要特别提高警觉哦。不过有时候那个台风它是在南部哦，像去年我们也有发生过台风在南部。哦，可是它因为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哦，那我们基隆、台北，哦，雨量下得非常大，风也非常的强，哦，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在去年发生的，哈，所以后来我们的有一些那个应变，开设的一个规定，也有做一个相关的规定，哈，那一般台风在南部的时候，我们北部，哦，也是要做一个警戒。也是要做警戒啊，因为它的外围环流搞不好也会扫到我们北部上来哈。那除了我们
设施设备器材我们做准备以外，包括我们的应变中心，其实消防人员还有警察人员，还有我们市政府很多我们的团队呢，在七月份来临的时候，市长时常大家都会耳提面命了，对于这个部分他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视，也时常会在会议的时候交代，就是我们进入黄汛期了，我们要做哪一些的准备一个工作，也提醒大家，包括比如说我们水沟要清啊，包括我们的那个一些的黄汛的一个作为措施，我们的抽水站还有我们的抽水器具等等，公务处公务单位的这些都等于说大家都一起来了，那包括市民朋友我们的一个防水闸门这些可以再检视一下，因为随时都可能会用到这些防水闸门，我们放了一年的到底还能不能用，它那个你用的把它组合起来的那个熟练度有的人很快就把它组合起来那可能有的人呢，那久没有用了，久没有动了以后呢，可能花很多时间，长的时间才把它组合起来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个部署的时候都要特别要注意的。那当然，我们这个台风来临，那我们也要看像有一些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中央气象局发布台风警报那虽然还没有扫到北部来但是我们都会强化三级开设。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一个防台的作为都预做准备强化三级开设。那等到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以后呢大概如果说有濒临到我们北部地方的话呢那海域的部分会比较危险。那二级开设以后呢我们会成立成立以后我们就一般来讲我们会尽快来发布我们基隆市有一些警戒的区域。警戒就比如说船只不能进来或者船只不能随便离开要做一个避难的这些动作这个都是在我们整个二级开设里面所要努力要做的。当二级开设呢，就是我们市政府的部分的单位大概八个单位九个单位都开始要进驻也是要守候那一有什么状况的话呢马上我们都要处理所以二级开设在应变中心我们就看到八个单位九个单位大家都在进驻以后24小时就开始在作业了包括我们的 EMIC 系统，那二级开设以后有一些灾害也可能开始就发生了开始发生。那如果说这个基隆地区或北部地区呢已经被这个台风比如说18小时以内会入侵到陆地那我们就会转变变成一级开设那一级开设以后呢，所有市政府所有单位都要进驻那个市长都会亲自主持这个开设而且市长他非常重视就是整个所有各区公所那各区的一个整个防汛作业防台作业的一个准备的情形他都会一一的来做相关的一个询问一一的来做那个叮咛那准备情形都要一一的做回报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在防台作业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地方特别我们部署的一个作为呢都是为了要希望我们基隆市呢不要发生这个因为台风来临发生这个灾害。那当然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台风来我们不怕那有时候是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强降雨因为台风会带来非常多的一个豪雨那这个豪雨它到达一定的一个程度比如说一个小时它如果下50公里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发布警戒了一级警戒就要发布那大概各区我们七个区它发布警戒的一个情形是包括还有土石流发布警戒的一个雨量是有时候不大一样有的是250有的是300不过我们在应变中心开设的时候我们都会观测都会观察一看情况不对的话呢我们会立即会有一些我们不一样的一个措施那当然各区区公所区长其实他们对这个防汛防台作业措施他们也都是很熟稔熟练了都很熟练了所以他们也知道说怎么去做一些的相关的一个部署我想这个整个防台一个作业措施呢
大概是这样。是哇，可以听到我们消防局真的很用心，他们全都已经想好了，而且都沙盘推演好了。那当然，民众刚才有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的防水闸门，住在低洼地区民众或住在一楼，你家曾经淹过水的民众，你的防水闸门真的要来练习一下。我们一块看看。居民小心翼翼地装上防水闸门，再用卡榫用力转紧。降级发布台风警报。麻烦各位乡亲做好防台措施。基隆大武仑地区，不管是商家还是家户，都装上150公分高的防水闸门。居民会这么担心，不是没有原因。我们在中里这边有地洼地区，每个挨家挨户都一楼下面都装了防水闸门啊。所以我昨天晚上听广播哈，请我们那个中里的李林哦。把自己家里前面的防水闸子把它架好，就担心台风来，大武仑溪流会容易暴涨，河水溢流。大武仑地区的周边居民这次做足了准备。对，装很久，他们因为装很多次，他们的技术应该都 OK 啊。应该都能够。对，刚开始可能啊，现在因为我们这边淹了好多次了，大心都有准备。这里有武仑溪，所以哈、地势比较稍微低洼，怕雨量太大哈。那我们跟清光所要来沙包哈，然后让我们的民众哈可以来必要的时候可以来投资。那这一次哈，因为雨量可能估计会比较大一点。大浪直接翻越防坡堤，掀起一阵一阵的浪花。不止海大附近出现了巨浪，外木山也出现了4.5公尺大浪，海浪不断的冲击岸边，已经看不到海星游泳池的样貌。另一边，基隆港虽然风浪还不大，不过相关人员跟时间赛跑，用粗重的绳子将船只、军舰牢牢系紧。烟花台风渐渐靠近，加上刚好是涨潮期，低洼地区要严防海水倒灌。可以看到每个台风来啊，大家真的要非常的小心，而且要做好所有的防台准备。那刚刚有说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最近的天候真的很不一定，大家太怕的是强降雨的部分。那我们要请靖元科长跟大家分析一下了，豪大雨阵列的大豪雨到底的目标设定是在多少？好，谢谢主持人。那气象局哈，针对这个豪大雨的部分哈，在2019年哈有稍微在那个改变一下。那只要说24小时有超过80毫米的话哈，就会有一个大雨特报；到200的话哈，就豪雨；350到500哈，超大豪雨。然后在新的部分哈，它对一小时的降雨量，之前是到40啊、100哈等等哈，都会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那我们先注意哈，如果到80公里的部分，它就已经有一个大雨特报。那我们再看这一个表哈，也是这一次特别整理一下哈。我们对于时雨量哈，我们的认知是怎么样？刚刚讲的数值是二十四小时80公里，或者是24小时200公里。大家听不懂。一小时哈，它下10的话哈，这个就是有感觉的下雨。那怎么叫有感觉的下雨？就是长时间持续哈，我们也要小心。那尤其是刚刚局长也说，我们都5月进入我们的梅雨季哈，然后我们常常一个月两个月的连续下雨，然后让我们山坡的这些土石流啊，这些土石哈的含水量都变成饱和。那饱和之后，一旦它的雨量加大或者减少，都很容易让土石的这个灾害哈有一些松动。那时雨量10哈就已经让我们有感觉，那20的时候哈，这时候他就讲，如果你撑伞也会被淋湿，然后你调坏雨刷，开车的话哈，你调坏雨刷你也会看不清楚，然后睡觉的时候哈也会被吵醒。那我们对于防火的灾害常常讲，我们睡觉的时候嗅觉哈是最不敏锐，听觉哈是最敏锐。那听觉除了火灾之外会吵醒你之外，只要下时雨量20哦，你也会被吵醒。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哦是地震一级两级我们也会被惊醒。但时雨量20，在我们刚才的大雨特报是雨量如果一小时40的这个标准的话哦，还算小的部分哦。但是到时雨量30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哈。虽然30在这个看起来很小，但是你开车的时候会有一种水漂现象，就是你开车的时候突然紧急刹车，你发现你没办法控车，然后反而造成了一个
车祸等等，这是因为下雨哈造成其他的灾害。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如果说在开车的时候你发现有一点下雨的感觉哈，这边在各国哈就建议哈你的时速就维持在90公里时速以下，这样子哈在水如果即使有比较厚层的这种水哈也不会造成影响。那到时雨量40的时候，如果它持续2个小时后，那就可能会造成淹水。那我们过去大五轮溪啊，这个淹水的吼，也是在40、50连续两个小时后，就已经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淹水的情形。那到50的时候，车辆的驾驶就会非常的危险，就建议你说，如果有些时候你开车，已经到50了，建议说是，不要再出门了，因为撑伞也没有用，除非你是真的要出去。那时雨量到80吼。80的话就猛烈的雨哈，那台北市它最大的一个都市的降雨排水，它一个小时也是排78.8，所以到80的时雨量的时候哈，几乎在台湾，不管你到哪里哈，这个不是我们就变成到哪里都可能会淹水。那淹水它是必然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另外一个机制啊，就是用韧性社区，然后让居民对这种下雨哈，刚刚说防水闸门。那防水闸门，我们过去在安乐区哈，之前区长也有去现场哈去了解哈，他说只要你经过训练，这个防水闸门大概10到15分钟都可以把它架起来。但是有一个比较困难的点哈，就是你要不要去把它架起来的这个决定。那这个决策有时候是看我们如果经常有发生过淹水的时候，你下一次你一定会架起来。但是你长时间哈，尤其这一两年没有典型的台风或者是暴雨的时候，大家就难免会疏失啊，也就比较疏忽一点。但是都市型的一些淹水哈，我们淹水的时间大概都1个小时、2个小时，水就排出去了。所以还是呼吁哈，如果说有遇到这种大雨特暴啊，这种比较大的豪雨特暴等等哈，那防水闸门后还是花一点时间把它架设起来，你就比较安心。那下面还有时雨量哈，100以上哈，这是在日本哈，就是叫游击暴雨，跟游击队一样哈。它只要下到哪里哈，哪里就很可能会淹起来。那我们看下面这一个图哈，在最近台湾这几年也是，我们是用雨好像一个云的瀑布哈，雨瀑来形容这样子的雨的规模。那这种雨哈，变成是一个现在热岛效应还有气候变迁哈，一个会可能你远远看就是哇，那个雨是很多很多哈。那在这个地方就很容易造成排水不及啊。那我们在今年，在南投啊，还有台北、新北哈，也是有时候白天看起来都无风无雨，可是下午2点到3点哦，突然下了70、80的雨量，然后就造成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淹水。可是这个淹水就很容易让我们的财产哦受到损失啊。那我们在防水闸门比较容易有需要的部分，他们也有成立一个群组啦，那也会随时分享这种灾害型的一个天气啦。那希望说如果我们是在比较低洼的场所哈，也随时都要对这种时雨量突然很大的哈，它因为它的预测比较不容易，然后也会突然的发生啦。那这个还是要请我们在这个台风季节还是要多多注意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气象的形态。是真的要多注意，而且大家消防局非常用心，然后每年都会进行这个防灾演习，所以我们快来看看这一次是结合了社区还有校园。遵守不推不跑不雨三步原则，喧哗跑步容易引起慌乱。小朋友戴着防灾头套，在师长协助下疏散到操场集合。请进行校园的巡视并检查灾损，并及时回报完毕。受伤小朋友经过包扎处理，没有生命危险。联系对面的喜事社区，请求暂时避难所。随后在喜事敦睦救援队成员协助下，引导到喜事社区临时避难空间紧急避难。用中山隧道的出口，因为土石塌方，所以油罐车与轿车发生了事故，像小轿车的驾驶没有疑似，请求119救援。同一时间，中山隧道发生了连环车祸，驾驶受困车内，油罐车外泄引发大火。消防队员利用破坏器材将受困驾驶救出。
目前累积雨量已达350毫米。地震发生时，本市中山区中和国小正值学生上课时间，由任课教师协助引导学生至校园操场作为临时避难所。基隆市政府举办了年度的防灾演习，演习分成四个场地同时登场，情况是模拟豪雨加上发生地震，包括学校、区里如何自救、疏散演练。爬行的方式，然后沿着旁边的软垫爬行的第四次。其中，中和国小现场规划基础自救技能操作演练，分为防灾桌游、烟雾体验、紧急救护止血、地震防灾互动及救灾 AR、VR 眼镜等。市长林佑昌在消防局长陈龙辉的陪同下逐一视察。大约五月份中旬呢，这个灾防版的灾防法的修正案刚刚才通过。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加强学校跟企业的一个防灾教育的训练。那基隆市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来啊，我们包括跟日本金刚线，包括跟新加坡有非常多的一个防灾的一个交流。那不只是经验的交流，每年度也都进行人员的一个交流。此外，年度的防灾演习特别要求基隆市39所国小校长共同操作体验 CPR 及 AED 操作。市长林佑昌亲自上场示范体验，希望能够提升各级学校自救能力。那校园长要自己带头做，所以市长要求今天所有校园长都要来，也亲自要求他们要学习这个 CPR， 还有怎么样使用 AED。那这样子到学校校园里面去呢，回头去这个请学校里面的干部或者是老师未来也来进一步学习啊，增加这个使用的一个能力。基隆因为地理位置和地形关系，土石流和地震都是可能遇上，政府动员了600多人参与年度的演练，希望灾害真正来临时才能够在第一时间将伤亡降到最低。真的可以看到消防局真的很用心，像每年他们都有大型的这个防灾宣导演习。我们要请教局长，其实不止这种大型的，小型的也有，是不是？好，我们今年在6月28号，我们也有做一个防灾演习，所以年度的一个大演习啊。那像去年我们是闽南演习，去年我们在台船，闽南演习是比较大，更大型。那去年是总统有莅临四岛啊，那今年我们就在4个场地嘞，分别办理这个防灾演习啊，尤其主场是在中山隧道，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和国小。那在中山隧道那边，我们有做了一些相关的啊，包括那个像豪雨以后造成油罐车啦，还有一些事故啦哈，还有像那个电动车的啊，那撞击以后引发的火灾等等，我们要怎么去做油罐车的漏油的处理，或者是说电动车火灾以后怎么去做处理啊，这个在我们中山隧道那边呢也做了相关的一个演练啊，尤其像现在那个电动车哈，那在大概在道路上非常多哈，各位知道前几天林志颖哦，他那个特斯拉的哈，那个电动车哈，一撞击以后就发生那个火灾。那大概这种大概就是他那个电动车里面涉及到他的锂电池哦，锂电池的模组呢，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引发事故的哈？我想这个车厂可能会比我们更紧张了哈。不过我们的部分就是说，在像这种电动车，它在事故以后发生火灾以后，我们就怎么去做处理？那基本上像电动车的一个处理，我们现在目前如果说比较用传统方式的话，可能就是要用那个大量的一个那个水哦，那来去灭这个一个车火。它基本上它的那个水的吨位大概要30吨啊，30吨啊。那不过我们现在就是说呢，碰到这种电动车的火灾，我们有一个穿刺系统，穿刺系统再加我们的 17 系统，我们可以急速来降温，而且不用用到这么多的一个水量啊，希望在最快的一个时间里面哦。透过我们的穿刺系统啊，还有我们的17系统，把这个电动车的火灾把它那个，
火尽快把它扑灭，直接喷它干冰就对了。没有，它那个我们的1-7泡沫系统，它有急速降温的一个作用，急速降温。那另外还有一种方式，目前我们想要积极来进行的，就是一个防火毯。防火毯它利用很大型的一个防火毯呢，4个人拉这个防火毯以后呢，它可以把这一台失火的电动车呢立即把它覆盖。利用隔绝空气的这个原理，它这个电动车呢它就会熄灭。那一张防火毯大概市面上大概是7万-8万，这个是要进口进来。目前前几年那个国际火轮社他们来给我们做签证的时候呢，他们也有提到，那可能改天他们企业方面也会来做这一方面的一个捐赠，我们拭目以待。那我们也希望说，如果有这个防火毯的话，我们在整个处理电动车的一个火灾事故的时候就比较方便，比较快速一点。那另外我们在中和国小那边我们有设了几个站，6个站。那这个是我们在最近这几年我们去日本防灾体系我们去考察，因为我们跟静冈市长会有往来，那交流，那我们在静冈那边呢看到他们做一个防灾演习呢，真的是国内演习是不大一样，那日本他们做的一个防灾演习是大概数千位民众亲自参与。他们在我记得他们在一个国小办一个防灾演习，数千位的民众，哇，这么多啊！对，一起参与，而且实际的参与，就是说很多有的是负责 CPR 部分，有的是负责那个大量伤患减伤体系的部分，很多哈。那每一个站呢，都会有老师来教，比如说那个有一个站就是做大量伤患。这个那个整个去做分类，那各位知道，像大量伤患要做分类，在我们国内体系大概都是由我们医护人员跟消防人员来做分类，但是他们现场，但日本方面他们要教导民众怎么去做分类，因为第一时间发生事故的时候一定是自助，就自己救自己，那自己发现有隔壁邻居发生什么状况，自己来做帮附近的邻居来做，先自助了以后，然后才会那个共助，共助就邻居之间的一个互相的帮忙，社区之间里面发生以后要大家社区里面大家一起帮忙，最后才是消防单位的一个资源的一个进来，就是公助啊。那所以他们日本体系里面，他们是发现说自助是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他们日本这种设站，然后来做一个防灾一个教育，所以我们对学校里面像国小国中那他们的一个防灾教我们是非常重视的。我们这次演习里面就设了好几个，包括医护的包扎，包括我们自己本身的3R，3R 就是 AR、VR，还有一个 CPR，那所以我们这次还特别把所有的国中、国小校长，一共将近40位，我们把它集中起来，亲自教他们怎么去做 CPR， 怎么去做 AED。这个也是市长也特别也在有一次会议里面他特别交代指示下来，所有的校长都要学会，那我们另外刚提到那个 AR 我们有一个智能眼镜，智慧眼镜，那这些都是智慧科技，透过智慧科技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学生他们了解我们目前消防的智慧科技有发展到什么地步，像这个 AR 智能眼镜，它那个透过那个扩增实境，它一个那个一个演算呢，它可以在我们戴上这个智能眼镜以后呢，我们在执行救灾或救工作上面，那可以看到很多的现场一个资讯，会传到我们119指挥中心，那119指挥中心里，他那边就会知道说你现场发生的灾害是什么一个状况。哇，好智能哦！对，这个是非常先进，而且它。我们发展这个智能眼镜已经很多年了，5-6年了，那在一代又一直革新，包括我们的装备，头盔的装备一直革新，所以将来这个智能眼镜会越来越轻便，将来我在现场如果戴一个智能眼镜，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戴的这个是智能眼镜，因为现场所有状况，对，现场所有状况在我们的指挥中心里面，他都看得一清二楚，那另外一个就是 VR， 是我们跟原农会。我们跟原会要了一笔经费以后呢，现在在我们的防灾教育馆，还有在我们的河安的一个宣导上面有这套系统，河安这套系统我们可以带到任何一个地方，
两卡皮箱就可以同时做七个人的一个宣导，大家都戴那个 VR 一个眼镜，因为主要我们是核安的部分呢，要教民众或者教小朋友他们怎么去，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当政府宣布要吃碘片的时候，他怎么去，怎么吃的，还有吃的剂量是多少，这个都有一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避难疏散，其实发生核安事故最重要就是在家居家避难，就不要乱跑，门窗紧闭就在家避难，这个就我们乌雅。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讲的 CPR 跟 AED， 这个几乎是全民都要学会的这个东西了，所以这个三种。那其实我们在体验的时候，我们也有讲到这个一个新的一个书哈。这个 NCD 啊，就国家防灾科技中心他们所出版的这本书，我不是在宣导这个书哈，也不是在卖书哈。那这个书是，我想大家一定都会很有兴趣，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小朋友、大朋友，它是一个地震的一个别怕的一个体验书，它是立体书哦，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它这个里面从发生地震之前、地震中间发生地震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做应变，跟后面最后复健，等等，它这一套书呢，它是一系列的，就是说在平时我们怎么去做相关的一个准备工作所以，他讲说地震前要做哪些事情比如说我翻一页这个是，他提到平时我们要跟家人要讨论，讨论万一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的集合地点我们要怎么去做应变这个有时候会有涉及到讨论，他比如说他有一个是打造安心的一个居家环境。打造安心的一个居家环境就是说你家里面很多的我们寝室我们客厅有一些比较高的橱柜平时你要怎么去做它的固定家具的固定，这个在日本他们非常非常重视，我们大概在5-6年前开始把这个观念慢慢引进来所以日本我记得静冈他们送给我们一套他们一个在居家那家居要怎么固定的一套的那个一个设备，宣导的设备，对，这个他们是真的有一套的那个小设备那慢慢我们国内也把它引进来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这个观念了比如说电视现在都 LED 电视，它在发生比如说你大概4级5级，它可能倾倒，它就会倒了那前一阵子不是有哪一个县市哪一个小朋友被一个倾倒的电视压死了这个都有发生过前一阵子所以包括你的厨房包括你的客厅包括你的寝室哪些家具哪些要固定，比较高的比较薄的比较扁平的那你高处就尽量不要放置这个都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地方。那这里面他有讲到很多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一个防灾物品的一个储备这个他有准备一个手电筒这一个手电筒，那它这个里面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客厅防灾物品的准备客厅防灾物品准备要准备哪些东西那这个从这个手电筒就可以看到这个要准备灭火器要准备这个医药箱或者要准备哨子或者要准备手电筒这个里面都有一一的来做介绍那比如说是厨房的防灾物品要准备那厨房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手电筒就可以看得到它这个里面哪些东西那有包括一些吃的东西，这个我们防灾避难包有时候会准备或者防灾避难的时候呢这些那主要它就是告诉我们一些防灾的一个你一些准备的一个作为你才不会说真正发生地震的时候呢到时候措手不及了然后同时他在这个里面又介绍到一些的避难包这个也是非常有趣避难包哪些有分婴儿的需求的婴儿避难包的需求老人的需求或是那个宠物的需求他有做相关的一个规划非常有趣那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刚提到的那日常这个避难包，我们如果避难是一天的避难跟三天的避难，准备的东西当然就不一样一天的避难不用这么多像一般的饮用水、医药箱，或是我们讲的口罩
哦等等哈、哦，这个都是在这个里面要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划。那我想我们就是利用这一次的演习呢，好、哦、把这些东西呢，介绍给我们所有小朋友。那其实小朋友他们吸收能力很强哈、哦，你小时候他们用过一次的灭火器，长大以后到他高中、大学，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大家都会使用。哦，包括消防栓，你教他怎么使用，他用过一次，哦，演习过一次以后呢，他终身不会忘。哦，所以我想这个防灾教育对那个小朋友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对，哎，真的很重要。我就记得我们家小朋友有去那个消防局，就参加那个夏令营，然后他就说，火灾来的时候记得要沿着墙壁走。印象很深刻，所以真的很有效，可以看到消防局在推广这些防灾知识上面尽了非常大的心力。而根据统计，我们再带大家来看，很多火灾在基隆发生的是因为这个电器使用不当，所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蜜华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基隆市来说哪一种电器的自燃率比较高。大家好，我是那个宣导分队。然后其实基隆市啊，其实在第一季火灾的统计调查表的时候，电器火灾还是仍居首位。那其实有时候我们都在讲说，为什么电器它会发生火灾？那其实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一个不注意，然后就一个不小心。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宣导，就是用电五不一没有。好，其实有时候我们只要平常多注意一些我们平常使用的电器，然后多加看一下延长线，然后电器火灾五不一没有。其实啊，就是说你在用延长线的时候，你不要超过它的负载，不要把相同高耗电量的东西插在同一个插座。比如说你要插电锅，你要插微波炉，你要插热水器，然后其实在同一时间使用的时候，它很容易跳电。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不要把电线捆绑，然后电线捆绑的时候，其实它很容易过热。然后其实你就想象说，这个电线它是一个水流好了，水管好了。那一般来讲，我们去宣导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水管，你把它这样子绑住的时候，它其实你就想说它水是不顺的。那你如果把它打开的时候，然后绕转成圈圈，哈，其实我现在所讲的都是我们一般很居家的宣导，然后我都会讲说，你只要把水管打开，你想说这个水流水管它是顺的，然后电线它就不会产生过热。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电源插座不使用的时候，你就不要插住。那第一个我们其实是可以省电，然后再来就是说，可以省电之后，那因为你其实你插座的时候，它是一直在通电的状态当中。然后你再拔，我建议说你再拔插座的时候，其实你是要拿着它的头拔，而不是插着它的这样子拉，因为你拉线要拉，对，会拉线，因为你拉线的时候，它里面的铜线很容易断掉。好，这就是在就是说。然后再来，其实就是，冬天其实我们时常在讲说，你如果在用电暖器或者除湿机，那你旁边都会放说啊，我为了要让衣服干，或者我就会挂衣服烘鞋子。那其实基隆曾经发生过很多次除湿机自燃的，就是说，因为他想要让整个环境干燥，然后又想要让衣服干，所以说除湿机它就会挂衣服。那你除湿机你在使用的情况，我不晓得你们大家会不会把除湿机的会有一个叶塞，你们有定期清洗吗？那其实它如果没有定期清洗，它是会加速它的马达一直在运转，所以说它是会长期运转的时候，它很容易自燃。好，再来就是说延长线的东西，其实你要买有安全自动断电，然后一个开关一个单切，然后它如果说一旦过热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断电。所以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说，五不一没有，那你就想说回去检视一下自己家庭。然后其实我刚刚有在跟那个小君姐讲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检视说，我们家庭哪里最容易发生火灾。其实客厅像电视机后面，其实插座你可能你就不会想要说每个礼拜去清理。那基隆的天气又比较潮湿，那很容易机屋导电。所谓机屋导电，就是说你这个插座上面布满了灰尘。那基隆的天气又比较容易潮湿，然后久了之后它会有
锈绿，然后它会因为有水汽很容易电线走火。所以说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哎，用电五不一没有，然后其实你只要回去检视自己家里面。好，然后再来是说，如果你发生火灾的时候，一般来讲初期火灾都是先有烟才会有火，所以我们就在讲说黄金三十秒。好，黄金三十秒，这时候我们就要想说要装这个助警器。好，不好意思，太紧了。好，助警器。那其实在107年基隆市消防局，它有一个针对基隆市的亮点计划，就是说每一区它要普及，然后针对老旧建筑，然后5层楼以下的，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然后装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有一些人他对于助警器这个东西他不是很明了。那其实助警器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应该是说，往往发生火灾的时候，你白天有什么状况，其实我们反应都很快，会打119，会叫醒家人。那其实往往发生在半夜的时候，高雄城中城大火，它是不是发生在半夜，死伤人数真的还蛮惨重的。那如果说你有装助警器，那我现在给你们听一下，如果你们家装了这个助警器，它如果一旦启动的时候，它会有什么声音？对，他会讲话。那其实如果说，哎，你如果他一旦启动的时候，你一定要起来看。好，误动率它是比较低一点。然后你可能就想说，有时候你煮东西，像夏天，有时候煮东西厨房太热，我只是在煮个汤，我到客厅，我到房间吹个冷气，冷气很舒服，睡着了。那其实有时候他等到他烟跑出来的时候，就等于是说发现太晚。所以说这一颗火灾助警器，住宅用火灾助警器，它是让你及早发现，然后及早应变，然后及早逃生的一个利器。所以我们都一直在宣导公五针五包比，对，就是这样子。是，哎，那其实消防局也很用心，他其实有针对很多住户来进行这个装这个助警器。那如果大家可以在家里检视一下吧，就是有时候煮在厨房炊煮的时候，其实最容易发生这样的意外。所以大家如果家里还没装的话，就是鼓励大家可以装一个助警器在家里。对对对，免费的。嗯，就是其实基隆市消防局它是针就是一户一个，然后针对于5层楼以下的建筑。那这一两年它是在针对一个低收入户或者是说老年，那因为我们都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想说那是避难弱者，因为第一个他们可能居住的环境可能就不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下。那如果你们家装了这个，其实针对于他逃生应变，它是很大的一个利器，这样子。是，好。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防灾，除了这个家家户户要有自我意识之外，要装这个助警器之外，还有一个很大家常听到的就是企业防灾。在企业防灾部分，到底要做哪些工作？我们要请教靖源科长。好，大家好。那个在这几年哈，我们对于企业哈，也希望它慢慢纳入我们防灾的一个伙伴。我们有做韧性社区，但是也有做企业防灾，但是本质上面他们我觉得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住在我们这个基隆的这些市民哈，他早上都有自己的工作，事实上就是等于自己在自己的那个上班的场所，然后回家哈就到自己的社区。那企业防灾，我们以往哈在刚开始推动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担心呐，好像我们消防局哈又要想要去推销啊，或者是要做哪些？但是事实上，这企业防灾里面它有三件事情要做。第一个哈也是要让企业哈也知道说自己的防灾意识提升啊，就让他自己说，那在我们公司哦这附近哪边可能会淹水，然后哪边可能会地震。然后如果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那我们企业要怎么样来应变，甚至很多商家店家哈对于这个防灾防火哈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理解。那第二个哈是持续运作的一个机制啊，就是我们要希望说
企业只要说比较大型的企业哦，你发生这个火灾啊，发生地震啊，那你这个企业的机能哈，我们平常都是赚钱嘛，那你这个物流啊里面的生产哦，造成停顿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快速的哈，让你的企业再恢复你的产能，这个部分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才是说，就是看企业如果说心有余力，可以来发挥一下社会的公益。那这部分还是以说你在企业周遭的这些民众为主啦，就是可以让自己可以在周遭，对周遭的这种如果发生状况哦，像日本有些地方，如果我这边发生水灾，那我愿意提供我企业的某个空间，那大家做临时的一个避难空间，这个也是蛮多的。那我们今年连续三年哈，都有在我们基隆市里面各大卖场还有商家哈，有推广一个卖场的防灾专区。那刚才也是我们很多日常生活中看到这些这些日常用品，它其实在防灾的时候，在这个技能很有用处。像刚刚局长说的手电筒，如果说我们都在想，万一突然停电，因为停电你看不到任何的一个光源的时候，手电筒，传统的手电筒还是比我们现在手机也是都有手电筒没有错，还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上次也有一个台湾防灾产业协会的一个秘书长来介绍，像我们保鲜膜。那保鲜膜哈，在那个发生那个灾害的时候，它有时候可以拿来当耳塞，有时候可以拿来做哇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个用途。这个是在我们当我们处在一个大灾害底下哈，很多物资都缺乏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哈一些让我们的维生啊，我们的饮用水啊，我们的食物哈，可以提供我们的东西。那在卖场防灾专区哦，也希望说大家在逛卖场的时候，也可以说全家人一起讨论，我们家如果发生地震的时候要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家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防灾意识哈，就还蛮不错的。那目前哈，我们的企业防灾的这个部分哈，我们还有在持续的会来推动来。那因为这，以卖场防灾专区的这个主题来讲，我们已经到了第三年。那第三年后，当我们团队哈去跟卖场在做一个在协调的时候，就变成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干嘛，就不会有刚刚所说的那种误解。也许我们想要卖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推广什么东西的部分都没有。那刚才也有说那个注警器，那注警器那目前，我们如果去到一般的卖场，像 BMQ 或者比较大型的卖场，一颗大概600到700左右。那如果说要 Panasonic 比较好一点的话，它的主要的功效都可以超过十年左右了。那在过去哈，这个也是从日本延伸过来的一个经验。那日本认为说在过去死亡的案例当中，很多原因都是因为你发生火灾的时候你逃生不及引起的。那有装注警器哈，那可以让这些逃生不及的人再救回来，那可以再救三分之一的人回来。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效益，而且投资的又蛮不会那么大成本的一个安全的有效投资啊。那防水闸门好的那个也是一样，对，所以可以看到消防局真的很用心，像在推广注警器上面真的是耗尽了全力所以我们消防局统计这近五年来这个火灾的数量是大幅的降低。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防火事项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我特别再补充一下哈，好，我们这个注警器目前我们在我们基隆市大力推动之下，我们已经装设了大概有5-6万颗，那今年我们还有3500多颗呢，一直持续在安装哦，持续在安装。那到目前为止，最近这几年我们一共有将近60件哦，就是因为有安装注警器以后呢，来做那个逃生的一个警告。所以大喊火灾的赶快逃，对，赶快逃生。那这个部分呢，成功的一个案例目前有大概60件啊，就最近这几年。所以安装注警器目前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了哈。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一定要做先导哈。我们近五年来，我们基隆市的一个火灾，基隆市的一个火灾呢，我们做一个统计，蓝色的部分是一个火灾发生的一个件数啊。我们可以看到，106年我们发生的火灾件数是195件啊。红色的部分是代表它建筑物的火灾啊，因为火灾可能是建筑物，也有可能是车辆，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哈那个类型的一个东西，不一定是建筑物。那建筑物是我们最关注的啊，也是我们在救灾行为上面里面最高度啊要比较要操心的一个地方。好，我们可以看到106年我们的建筑物的火灾是131件啊，131件。那我们再看到107年。哦，那火灾已经逐降到184件，哦，那建筑物的火灾还是有132件，但是我们在看到110年，哦，我们整个火灾哦已经降到133件，哦，所以110年到106跟106年的火灾的一个件数比较，哦，减少了三分之一，哦，减少了三分之一。那如果以建筑物的火灾来比较的话，110年的建筑物火灾是69件，跟106年的131件来做比较，我们这个建筑物的火灾已经减少了二分之一，哦，减少二分之一，哦，所以这个一个是我们整个，在整个火灾统计上面，那当然这个是就跟我们在预防上面的作为呢，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我们在很多的预防宣导。包括我们像宣导大队，我们很多的志工在这么多年来，像我们隔壁，我们坐在隔壁的这一位呢，分队长，他从事这个志工已经20多年了，加入我们消防局的志工20多年，所以在20多年他这个都没有领薪水了哈，那一个志工他是无限的一个付出了哈，所以对我们这个整个预防工作上面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功效的。所以我们特别要感谢他们哦。哇，真的要很谢谢这一些我们的防灾志工哦，可以这样子推广了我们的防灾知识，让我们更加知道。所以这个火灾发生率就是直接降低了。而说到夏天哦，其实最后5分钟一定要跟大家来宣导一下，玩水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们先请静源科长来分析好不好？历年来的这个比较危险的区域有哪些？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喜欢去外出的玩水啊，因为我们之前我在抢救科吼也有做一些防溺的这个过去的推演的研究，我有一个很不错的心得啦。因为我们刚开始都请分队吼你去盘点一下哪边是危险，然后危险的时候我们列了一个表，那后来吼我们去分析过去10年吼曾经我们去救溺的救回来的表，后来我发现实际上淹水的跟我们觉得危险的对不起来，那我就觉得说，当我们觉得这一个地方是很危险，但是它基本上大家因为比较会去注意，反而是没有事。可是，在有些区块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在玩啊，就比较疏忽一点，这个就比较容易造成状况尤其像我们市区田寮河它也常常每一年都会有几个案例了，还有比如说海洋广场这个部分。那我们在这几年的那个区域好像，万木山最近又是很多人山人海那万木山它本身就是外面走去外面好像有一看就整个会下去一个地点如果说有去，还有那个碧沙渔港，八斗子的碧沙渔港也是一个经常会有一些溺水状况那在基隆我们就常常会有一些，很对于钓鱼就很热衷钓鱼的这些朋友那我看资料也有他曾经被救过2次，有一年被救，过了几年又被救，又是他。那还是因为有时候钓到海里去，就是钓到海里面去。那这个部分，你如果说在平常在沿海的部分尤其在夏天我们除了要消暑之外，也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对，真的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尤其在海边我们要请局长跟大家分析一下，其实在海边有一个很恐怖的流，叫做离岸流，而且不止还有，我们要请教局长，我们有3分钟。这个是离岸流那这个离岸流大概根据美国其他国外的资料统计，那大概80-90%的一个在海滩那边救溺的救溺案件都是因为离岸流。
哦，那其实我们如果站在那个老鹰眼，我们外木山大武秦龙谷那个老鹰眼那个地方，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外木山那个，哦，就大武轮的大武轮的那个沙滩上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可以发现到有离岸流那边也有哦，这个会发生哦。那这个离岸流主要就是说，它会跟我们海潮、海浪跟环境地形都有影响哦，都有影响哦。那这个离岸流发生的时候呢，就是海浪进来。海浪进来的时候呢，它在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哦，会有一个跟旁边颜色不大一样的地方，哦，就是它人家海浪是进来，但是它这个会把哦这个碎波呢会把一些的里面的漂流物要带出去，带出去哦，带出去哦，所以刚提到跟海浪很多都有关系的哈，那这个离岸流呢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它带出去的时候。在这个里面游泳的这个人哦，这些人也一样会带出来。不管你怎么用力，你还是会被带出去。对对对，会带出去。那速度大概一秒钟是2公尺。哇！哦，那这个长度呢？这个长度大概是100公尺，哦，80到100公尺。这个宽度，这个宽度大概15公尺到30公尺哦，所以它离岸流是一个区块，哦，所以刚讲你在老鹰眼在上面看的时候，也清楚看得到。哦，那你如果拖出去100公尺后，不要慌张，再慢慢自己再游回来。对，所以这一块就是我们要特别要提的，就是你如果万一碰到离岸流的时候，你不要紧张哦，你把它把你带出去以后呢，你就顺势带出去以后，你再游回来。哦，从第一个，哦，这个带出去以后呢，再从这边旁边再把它游回来。哦，如果会游泳就把它游回来。哦，但如果说你万一不会游泳，你就赶快要呼叫了。哦，赶快要呼救。哦，那像我们这个大武轮沙滩，我们的很多的那个救援协会的，哦，或是海上救援协会的志工，都有固定时间在这个大武轮沙滩那边。哦，他们长期都在那边做担任这个救生员的一个工作。哦，这是特别提到的。对，在海边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哦。那在西边其实也要注意哦。我们请教一下美华。哦，那如果说其实暑假到的时候啊，其实有很多小孩子啊、学生，他们自己会相约，然后在父母不知情的状况之下，到海边或到溪边玩水。所以说，其实教育处它其实会就是每年暑假前都会就是会有一个政令宣导，就是说，哎，防溺，就比如说，其实我们把防溺十招简单的来讲，就是有一个口诀：冲、脱、泡、盖、手。哦，那其实有人会想到说，哎，为什么是冲脱泡盖送？哦，没有。那其实冲脱泡盖送就是说，第一个冲就是你不要冲动去玩水，不要想说啊，今天天气热啊，同学没有空，然后就相约去海边玩，然后在没有告知父母的状况之下，然后去玩。然后脱就是说，当你要脱裤子的时候，其实。一定是大家就是这样子很随性去玩，穿着牛仔裤啊，还是去玩这样。可是当你要脱裤子前，你一定要记得2000碗，好，就是你千万要记得你脱下你的牛仔裤，还有千万要记得暖身之后再下水，好。然后泡呢，就是说当坏天气、气候不佳的时候，或者是说，哎，你有点疲劳的时候，你不要硬在溪水里面泡，或者是说在海里面泡，哎，想说哎凉快就好。可是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可能一个浪打上去，其实你会来不及自己逃生，然后就盖，就是说同学嘛，在玩水的过程当中互相打巴掌啊、盖头这样子。那其实有时候不按水性的同学，他其实就是被你这样盖下去、压下去，他就上不来的。好，然后送呢，就是送你一句话，就是平时练漂浮，好，落水不要慌张，然后救人要先自保。好，这就是说，其实，我们简单的讲防溺十招，然后你要把它简单扼要，冲脱泡盖送，这就是蛮简单的一个，就是说，哎，你要去玩水的时候，可是如果说。当有人溺水的时候，那其实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先确保自己的自身安全，才能救到人。那所以说，其实救溺五步骤也有一个口诀，叫做“叫叫声抛滑”。那其实叫就是大声呼救，就是说啊，我在这里，赶快来救我。然后要请其他的人去打119，然后来救这个在溺水的人。然后你要利用长竹竿或者是说树枝等，把溺水的人、即将溺水的人救回来。然后抛就是
抛送漂浮物，比如说他有球啊、绳子，然后瓶子让他抓住滑，或者是说利用大型浮具滑过去，船啊、救生圈，然后把他救回来。所以说，其实也有一个顺口溜，就是救溺先自保，大叫不能少，119要记牢，绳索记得抛，救生圈要套牢，救溺五步不能少，青春生命才美好。对，大家都要好好保护好自己哦。今天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